能歌善舞的黄君卿，无论演艺事业和人缘都非常好，早前还做了佳欣 BB 的姊妹。 Grace 透露，原来他们一早去帮手打点，那天忙到不得了啊。而我们东张西望亦都飞到去加拿大全程直击， Grace 说都好想看回那片回味一下当日的心情，现在用电视盒子就可以看回那天的访问了。镜头前佳欣 BB 的老公就好怕丑，不过 Grace 对他赞不绝口。好风趣的，其实他的先生是你一熟悉了之后就会觉得啊，他很 gentleman， 很喜欢照顾人，即因為佢都你哋舒唔舒服啊？O 唔 OK 啊？會唔會太熱太凍啊？全部都會問我哋，跟住即係會令到大家都好舒服，安排好曬啲嘢。哇，幾 sweet 你睇下。係啊，但係佢好緊張㗎，其實係。係咩？有冇啲咩特別係好 touching 嘅位啊？佢哋父母 sharing 嘅時候咯，係啊，即係見到雙方家長都好接納。兩邊的家人，即已經是 one family， 那種是很 sweet 的，因為他們不是認識了很久，所以他 especially 他爸爸媽媽說話那裡，哇，我們全部是哭到哭到黐了線咁樣，很開心的女兒可以嫁入一個這麼好的家庭咯，即個個都當她是女兒那樣疼，很放心。聽講佳欣 BB 同佢老公完婚之後就去咗度蜜月，唔知會唔會兩個去三個翻呢？不過 Grace 就話好希望有時間去旅行喎。有冇去過西藏？我去過啊，真係咁樣噶，好靚啊！好靚啊！呢個景你睇下。不過我覺得西藏靚咗，因為我去嘅時候都睇得冇咁清，而家呢個 4K 畫面咧仲清啲。清我自己對眼啊！反而而家睇電視會仲清楚嗰對眼。不過嗰度真係好靚。同埋剪接你就會可以欣賞到好多嘢咯。你反而唔知佢要坐車，唔知幾多個鐘頭先至去到個山，跟住係。嗰次啊，我哋坐咗兩日車先至入到去拉薩嘅。兩日車。